台午餐会，今天连线是马来西亚，但要先和您来细说历史，回顾马来西亚的前身马来亚半岛，在1957年脱离英国殖民，成为一个独立的新国家。1963年，马来亚、沙巴、沙拉越和新加坡历经了许多波折和困难，终于建立联盟，成立了马来西亚。而在两年之后，新加坡脱离，剩下的三个邦继续朝着马来西亚的建国梦想前进。这个年轻的国家今年是迎接成立58周年，继续呢透过连线请吉隆坡主播林毅告诉我们，当地年轻人用什么方法来爱护自己国家。林毅好。家珍好，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英毅，这里是马来西亚吉隆坡现场。8月31号是马来西亚国庆独立日，9月16号则是马来西亚成立日。每年的8月到9月份都是举国同庆的日子，但这两年因为新冠疫情影响，国庆庆典失色许多。人们忙着防疫，但爱国的心不减。在这严峻的时刻，有民间组织发起志工消毒队，勇敢地走进疫情重区进行防疫工作。马来西亚雪兰莪万劳，自8月20日起，一周内确诊病例就累积超过1000人。民间与地方政府配合，成立志工消毒队，防止病毒散播。我们的身边的人哦，就是好像一直确诊，然后一听到又往生，然后又进 ICU， 然后就自己等又不是哦。就是好像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在家，这样我就想到自己出来了。志工消毒队从今年7月开始，定期在疫情红区进行消毒，加强防疫。然后我们是每一天是找回同一个地方，啊，然后我们就知道189，就知道那一个地区，啊，就是确诊人数今天是180多，这样我们要找出来了，那个原因是从哪里啊？我们要cover的 hotspot 的地方就是银行啊、商店啊、走廊啊、医院啊、菜市场啊这些地方。Tak ini sudah kali kedua lah. Ada takut sikit tapi kita rasa kita patut bertanggungjawab lah. Kita sama-sama kena melawan untuk memastikan kita boleh menang dengan COVID-19 lah. 我担心就是。就是怕传染给家人哦，就是那么简单哦。因为我出去也是有 high risk。我虽然面对无形病毒仍会不安，但每次出勤肩上扛着超过40公斤的消毒机器，战胜了内心恐惧。不影响民众日常生活，消毒行动会选在晚上进行。累的是不是精神上的累，是身体上的累。累因为迟睡啊，然后就是背到那个整身痛了。就为什么好像你这样担心，还是想要出去呢？帮人，看能做多少能做多少。我能够做的就是消毒了，就是让他们安心。国难当前，需要不分你我，尽己所能守护社区大家园。大爱新闻卢怡梅、罗国聪，马来西亚报道。爱国的表现有许多种，有人选择挺身而出参加防疫工作，有的人则默默耕耘，坚持采用友善农耕的方式，在寸土如金的雪兰莪州开拓出了一片城市农地，让珍贵的土地产生了比金钱更高的价值。马来西亚雪隆地区寸土黄金，林立无数建筑物和工厂，而在高速发展的城市却有着一片绿地。坐落在哺种的昆虫的天堂农场，以回归大自然为出发点，提倡动植共生。
那种就叫眼泪花，这个是叫红啊艾耶玛达。啊，我们这边种的话，其实主要是吸引那个蜜蜂过来，然后帮助我们攀爬什么。我们的这边的种植方法就是在尝试去还原大自然本身的一个生态来的，而我们也是会在旁边种一些香料类啊，香料类本身它是味道比较强烈嘛，害虫他们那些虫没有这么喜欢，他们就会做到一个自然的驱虫的作用。可以放心吃的吗？没有什么残留。不用化肥农药，庄稼遵循自然规律茁壮成长，肥沃的土地是关键之一。我们这边的泥土是我们加了很多有 organic matter 啊，就加鸡粪啊，加我们的有机肥啊，然后加了一些堆肥进去啊，然后才慢慢就把它转换成现在这个黑泥土，就是用时间啊慢慢把它养起来。内以蚯蚓肥作为有机肥料，既可以改善土壤，又有利于植物吸收养分。因为这边是我们养蚯蚓的地方，这个就是它的那个粪便，它粪便就是有富有很多的有机质啊，然后还有很多有益菌在里面。我们把这个蚯蚓肥啦，我们的用法就是我们会就是上面浇水，然后让它那个水透过它的那个粪便的话排出来这一桶样的水啊。然后我们那桶水就是会把它倒进去我们的那个水池里面，水池里面再通过那个灌溉系统的话，就灌溉去给我们植物了。周展辉和姐姐用一年多的时间，将寸草不生的黄泥地变成良田，以友善农耕方式减少土地与环境伤害。当我们推一片地，我们去种菜，我们是破坏了它，但是怎样去减低这个破坏，是我们应该要去有意识的去做到的啦。虽然这一条就是这个路蛮艰辛的，一直走到今天，然后就从它黄色看成它绿色，这样感觉上我们好像也跟就是为这个土地多付出了一点点啦，就是让这个环境更好一点了。我们就尽量是让更这个地方更多绿地，然后整体来讲，我们人类生活品质提升的同一时间，对于我们的下一代来讲的话，也是可以更好嘛。友善利用土地，打造出城市农场，在不破坏环境的同时，又能提升绿地的价值性。或许这也是一种热爱国土的表现。大爱新闻，卢怡梅、罗国聪，马来西亚报道。非常认同记者怡梅的话，友善农耕充分展现了热爱国土、珍惜土地的情操。用现代经济学来说，这也是打造循环经济的重要途径之一。好的，现在把时间交还给嘉珍。好，热爱国土的确，两则新闻看出来，不管是投入农业、友善农耕，或者是当这个所谓的消毒士，透过他们的热情还有流汗来爱护马来西亚，那或许这一个蛮特别、看了很疗愈的昆虫的天堂农场，背后有更多故事跟我们分享吗？英译。有的，嘉珍。那这座农场呢，是非常特别的。它位处在这个工业区的园区内，那四周呢是工厂的环绕啊。原本土地贫瘠，是不适合耕种的。那两姐弟呢，就添加这个新土壤，再用自然农耕的方法呢，让土地恢复生机。在疫情之前啊，其实这个农场是开放给民众参观的。那民众呢，也能够享用这个美味的素食火锅。那我家呢，其实也是长期在选购这个农场的蔬菜。那每当在处理蔬菜的时候啊，都能够发现这个活生生的昆虫，好像蚯蚓啊、瓜牛啊等等的。那单单是清炒蔬菜呢，也就能够吃出这个蔬菜的甜味，就连我家的小朋友也很爱吃。那有时候会选购这个配送的蔬菜箱呢，还能收到意想不到的蔬菜种类。那吃起来呢，营养更均衡。好的，嘉珍。好，看到从产地直送您家户里头是藏有不少的惊喜哦，但是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友善土地很好的方式，也吃出了植物最天然的味道。谢谢英译，来自于马来西亚的连线报道。